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花痴小妹，我是花姐。本期呢，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吃的，一起打开看看。噔噔，这是啥？嘿，怎么好像钓鱼竿呀？但是你们看看它这个身体又像什么呀？好像两个圆鼓鼓的大海螺。嘿，这海螺里面好像还装着东西呢，我来打开看看。哎，哇，原来里面装的是小鱼。四条五彩的小鱼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原来呀，一会儿我们要用这个钓鱼竿来钓小鱼喽。嘿，那我把它全部都打开。嘿，小鱼都出来了。钓鱼第一步开始啦，我们要放线抛竿儿。哇哦，哎，这线怎么越放越短呀？哦，缠住了。再来这边，放线。哎呀，哦。现在开始要用两根鱼竿来钓鱼了，嘚嘚，看看我一共能钓几条鱼呢？哇，已经钓上来一条了！快快快快快！哎，我又钓了一条了，嘿，两条小鱼。嘿，这个还不算，我觉得呀，你看这才钓了一条呢，我要让它钓两条看看。嘟嘟，钓钓钓，哎，钓起来了，钓两条了吧？厉害吧？来来来，再钓一条，再钓一条，钓钓钓钓起来！噔噔，哇，每根鱼竿上都钓了两条小鱼，嘿，太棒了！嘿，看，我发现这鱼竿里面呀，还有好吃的糖果呢，扭开，噔噔，糖果出来了，嘿，看来一会儿呀，我可以边吃糖果边钓鱼。全部都倒出来了，五彩的糖栗子。哎呀，我先来尝两颗。糖栗子吃在嘴里啊，冰冰凉的。我还没给大家看看呢，本期的这个糖栗子啊，可漂亮了，看像小米粒儿一样的，咦，五彩的，好看吧？味道还不错呢，有一丢丢甜。冰凉凉的好吃，那我们来接着钓鱼吧。叮噔，现在我们来比赛，来十秒之内看看哪个鱼竿钓的鱼最多呢？来收起来，十九八七六五。四三二一，噔噔！哎，一边钓了三条，一边钓了两条，哈哈，蓝色的鱼竿获胜了。哎呀，钓了这么多小鱼回家，太开心了。嘿，这小鱼会饿吗？来，也喂你吃个糖。吃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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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，它们吃不了啊。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个小鱼它的嘴尖尖的嘴巴上面呀，有一颗小钉子。拿这个鱼竿的这一头呢是有磁铁的，所以轻轻的一吸，就把它吸住了。啊，糖栗子吃的好开胃啊，开心。好了，那我们本期的钓鱼竿好吃的糖果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喜欢的朋友们别忘了关注和点赞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